新港很有名的鸭肉羹，这是隔壁卖的鹅爹。没声音。他不是看纸，你不是说纸，打纸就好。啊！真的是鱼耶！傻眼，你在哪里？我梦寐以求的鱼耶！什么老鳕鱼啊？我们现在在神农街。6000的，那我们现在往哪边走呢？随便走吧。走了一段十几分钟，时间快到了，再继续往前走。好多人在排队喽，好远啊！来吃羊肉。吃了很多了，这个是爱在城虾仁饭，这个很快，差不多排几分钟啊？那这个要排多久？两个小时。晚座我排了也很久，因为今天买一送一。我要吃了。